布拉布拉 morning， 今天我们准备出海去钓鱼。现在我们在那个 Double Tree 的这个帆船基地，这个帆船基地在斐济也是非常出名啊。我带大家今天一起，我们今天使用的是大的船，以前呢是总是用那个小船，我们今天想试一试用这个帆船，我们出海看能不能钓鱼。我们这次出海呢大概是2天时间预计，我们看能不能钓到很多鱼啊。今天我们就用的是这艘船，大家都已经开始上船了。那个这是我们的船长啊，注意安全，一定要扶住啊，小心啊。好了，我们出发，现在已经准备出港口了。今天我们的这个最佳钓手啊，好了，这个就是我们钓友啊。今天我们四个约好了一起出海，看今天会不会钓到我们满意的鱼啊。但是他的看浪，钓友们已经开始讨论今天晚上用什么方式钓了。大家每次谈论到这个钓鱼就是特别的兴奋的，都是一群真正的这个爱好者啊，真正的钓友。在斐济喜欢钓鱼，这里就是天堂啊。现在开始了，还在不在啊？啊，在。哦，被鲨鱼了！我就感觉是第一条就被鲨鱼给咬成这个样子，你看，好吓人！我感觉是很大一条。哦，这是什么呀？青苔啊！对，第一条就被鲨鱼咬成这个样子了。太吓人了，我看，整个肚子都没了，这中间被截了哈，哦天哪，上鱼了啊，上鱼了，挺好的，对，第一条被咬，哇，这一大口啊，大口都没掉，我是说那儿风水好吧，被鲨鱼咬成这个样子。这个鱼吃都挺好吃的，青苔啊，我们有两条鱼饵，那么这条鱼就大口给它扔下去钓大鱼。哎呀，我觉得已经被吃完了吧。啊，我觉得已经被吃完了，有可能没鱼饵了，可能我那个半头鱼。加油加油，谢点。今天我们来到最强钓手谢小天。谢小天。对，英文名字叫 Steve。 看鱼了，快了快了，娱乐第一次感觉到钓鱼又这么累，肯定是娱乐咬出来，咬出来，哎呦那个，哎，小红鱼，这小红雕，这是什么鱼啊？这个啊，大眼雕，我看，漂亮，手一抽筋了，
手已经开始抽筋了。搞垫脚啊，必须换垫脚。一半了，一半，一半了，一半了，还剩100米了。这是高速轮啊，这个还是。看到鱼没有？快了，快了，快了。快了还有205米，不能太厚了，容易把杆搞个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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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那时候养起来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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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已经看到那个了，已经看到那个了。看鱼了吗？没有没有没有。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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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关键是我的 GoPro 要没电了。哦，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。哦，八个八个啊了，不是哦，哦，八个哦，终于拉上，耶 ，nice， 200米啊，看这个肌肉哦，漂亮，这个，哦，漂亮。马上天黑了，鱼群一般都是在这个时间，只要太阳一落山，就会有大量的鱼群开始过来觅食，这时候就是钓鱼的最佳的时候。我去帮我一把，我走丢了，来换个。我儿子不行了，总是啊，我来。不要着急，拉上来，没鱼的嘛，拉上来。这一个方向呢，就是家庭钓组啊，以家庭为单位的，的小组啊，那边就是专业选手，这边是专业选手啊。我们这个，我们这个组是这个家庭小组的第一名，现在是我们钓了两条鱼，一条大的，一条小的。大的是爸爸钓的，小的是孩子钓的。妈妈呢，就是专门吐在海里面给我们打窝的。啊，这个是完美的家庭组合。专业，这中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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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应该中了，中了，这个，这不是应该中了，这肯定肯定中了啊。好了，这个我们这边的这个韦氏弟兄，这个肯定是中鱼了。这是应该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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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应该是中的，肯定中了。加油加油！哦，是不是？看一下多大。马上出水面了，怎么着？掉了个？不会，哦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，什么玩？第一条鱼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今天总算钓上来了，是这个鱼不动了，所以他以为没劲了，他拉得太快了，把他都给累死了，把鱼都给累死了。现在这个这一组是不是出来钓鱼，是出来搞笑的啊？几个来着？不错不错不错，等会儿大鱼就上来了，加油加油！很漂亮很漂亮，这个是这是跑得太快了，他拉得太快了，你爸爸拉得太快了以后呢，他气压就受不了了，知道吧？不拉快，等一下，他眼睛都凸了，对他眼睛就凸出来了，再拉快一点又断了，对啊，哦。对对对，咱太快了，你看嘛，然后这个已经嘴都拉豁了，哇，那差一点，好好好好。